咱今嘛甲种种得种得同侪健康啊，咱嘛较心安理。以咱的观念，咱就是讲，要保护这生态，咱嘛是爱做。农友他也不想用农药，因为没有农药，你的土地会越来越好。你的土地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把你的土地卖掉。